什么都缺货 ARV 乱改谢师傅又乱玩钥匙圈看起来是当兵前想扣薪水嘿大家我小鱼今天我要来改 KRV 的刹车系统它的刹车系统真的很没有力啦觉得它刹车系统蛮弱的这一次的 KRV 的改法呢先是慢慢的去动之后呢有什么比较高阶的时候我才会一次把它改的比较特别一点要不然一开始我们还是有一些小资改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说其实也可以照我一般的小资改也是够用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哦又是 Brembo我现在这次是改一个 Brembo 的对视卡钳还有一个超级工厂的卡座这个跟我的吊架是同一家的哦在这个是川欧的油管那一样啊对视我们的习惯性就会走直通头这个黑色是它特别要加架构的黑色头哦要不然它原本白铁头的话是这种白铁色的碟盘目前我没有换原本我要更换碟盘的不过因为在我原本想使用 HSC 因为原物料的问题所以缺货缺的蛮凶的啦所以 HSC 他说他的碟盘还没有做好暂时就先不换碟盘先用对视下去把车子先让制动性能变好那原厂碟盘呢也是能用啊只是它的效果可能会有差为什么效果会有差呢这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下齁你看到顺便跟大家教育一下齁这个呢我们改的卡钳呢是固定式卡钳固定式卡钳就是卡座它这个是锁住的两颗锁住的然后它的这个卡钳呢是左右不能晃的原本原厂的话呢是浮动式卡钳卡钳锁住以后呢它这一个卡钳本体是有两根插销然后可以左右晃那它会做是浮动式卡钳配上固定碟那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是它完全固定式虽然是双向活塞可是它本身不会有左右动的问题哦，没办法左右动碟盘这是固定碟你看螺丝轴这边没有任何浮动扣固定碟就会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说现在卡座都切得很精准啊是位置中可是浮动碟的部分呢在于你车子在转动的时候车子在转动它的碟盘或轮框的部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偏差那这个偏差晃动等等的状况呢浮动碟盘它就会做有点微微的浮动浮动量够的话就微微量浮动浮动的情况下呢在碟盘跟卡钳的置中就会一直保持在中间这个状况就不会有退刹车皮的问题如果退了刹车皮你的后刹车就会抓空那这是前刹车啊如果退了刹车皮你的前刹车就会抓空通常后刹车会抓空的原因就是因为退了刹车皮那退刹车皮是由震动造成的因为后面的震动是引擎带动震动会更大所以我们四五代震动的问题现在的话这个是前面的刹车系统所以大家也习惯性前面配浮动碟盘然后固定卡钳同样的你就会问我说为什么我的四代进站或者是我们的四五代站的时候它的后碟还是六代站后碟的碟盘为什么不做浮动碟改螃蟹固定式卡钳因为浮动碟在后面的时候在后卡钳那边装浮动碟的时候它的浮动扣寿命很短因为它震动很大起步的时候会有抖动离合器它起步的时候会有抖动很细微那它的抖动呢会造成浮动扣承受不了那浮动量浮动量太大到最后浮动扣就会松掉所以就会有一些品牌它会出浮动扣是可以更换浮动量也蛮大的品牌之前四代站有换过 PBF 暴力虎的它的浮动扣就是做浮动量比较大当然浮动量大的浮动扣呢有个缺点就是会有点声音这个是大家要知道可是它的性能效能是好的然后它的浮动扣是可以单独更换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东西又是其实很难抉择啦不管我们是改车界或是原厂在做改修的时候都会一直遇到问题所以有的时候这些问题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后面的震动比较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后面的卡钳不一定需要更换到大螃蟹有的人就会用浮动式的卡钳原厂的卡钳就浮动的等等的这些的前面的部分呢就是我们那个白痴的谢师傅又在玩那个 keyless 开关在旁边给我讲 Hey Siri 卡钳的部分呢目前碟盘没有换然后单换卡钳只是因为我们在等浮动碟因为现在原物料缺的问题所以就等浮动碟来啦今天介绍就到这里我总棒的部分还没有换哦因为总棒的部分我觉得它方向灯很好看然后固定也很好所以我暂时先不换总棒先换卡钳跟油管碟盘的部分呢之后我会再补上今天就先这样咯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拜拜。